欢迎收看优酷视频，绷不住了啦，愿绷不住了啦，一波惊人，二波冲天，我笑声绕地球一圈。你们这些卧底真有意思，总喜欢在天台见面。我不一样，我相信光。这是一个民国的探案班。100年前，这里是一位军阀的大宅，而军阀的后人张公子经常会换上当年的衣服来这里叙旧。而就在昨天，张公子被发现死在了这里。在哪儿？谁干的？不知道，没有目击证人。三千，三千一村，三千两村，你们的儿媳现在在我的手上啊。啊，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妈呀，挺好啊，可乐。好，来，准备。滚 ！Hello， 绷不住了啦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是你们的老 baby 孙子，我是好宝宝何文俊，我是你们的 baby 锁。开始，我就不想知道张公子是怎么死的吗？然后，谢老板，三千，老板，坏主了，臭主了，这是一个民国剧本杀，你要过来当家，你们的儿媳现在在我的手上啊。罗马正统，在东，一边打压教育，一边建立他的自信，做老板。你个诈骗犯，你跑这里做什么？哎呀，不行了，晚睡谷也太长了吧，吃不好也睡不好了，还要受人白眼儿。有人养鸽致富，有人养鸽消遣，这工牌我到死都不摘。我是醉汉，没有做不大的企业，只有不努力的员工啊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爸妈，孩儿回来了。本节目由果粒迸发自在享美味的美汁源赞助播出。这个夏天，一档喜剧节目，欢迎收看优酷视频。优酷视频，欢迎来到本期绷不住，绷不住，绷不住了啦！即将开播，他胡子拉碴，唱跳俱佳，出生于华语乐坛的他，这次要来喜剧领域当跨界咖。而他，新生代古偶剧天王。干嘛是天王？要低调。括弧，天王是他演的角色名。有劳孙天王了，荣幸。领衔主演多部古偶剧的男四。哎，老孙死了。男八，男十六，男三十二。那不就是群演吗？知道就好。而他，则是活跃于各大平台热门综艺的，成为蹦王的大锁。资深背景板，那种输掉，我必须要 Q 一个。对，Everybody，Everybody。然而，如今的他们早已今非昔比。今年最火爆的影视作品《八角笼中》《满江红》《巨齿鲨二》《消失的他》以及30亿票房大作《孤注一掷》，奇幻史诗开山之作《封神》。他们都没有参与。本来激发那角是他，关键因为胸毛太浓密，老得刮。飞刀片。姜子牙，好久不见。尽管如此，我们相信喜剧才是最适合他们的舞台。在电影上，在影视剧上混得不怎么样，但是你们演喜剧也一般吗？好吧，其实节目主咖也不是这几个卡拉咪，而是我发现一整期节目半小时一根枪跟他杵着，这是我们的图腾。我是你们的，作为配角的他们也能发光发热。怎么说？因为他们早已是亲密无间的搭档。大青虫是谁呀？这条
他们形同手足。那我的词儿，你的词儿，不是你看这个事儿，你跳出来看就完了吗？你没有别的东西了吗？就跳出来看，这不写你名吗？不是，那么你说你往前面顺的，不就完了吗？这有什么不行的呢？他们亲如家人。爸妈，孩儿回来了。爸爸，儿。刘大锁他演我的儿子很合适，有点像本色出演。你刘大锁全心全意给宋木子当儿子，我对。这一次，你别激动，他们满怀期待聚在一起，渴望精诚合作。另外两个人就是关系不是很好，相看两生厌的那种感觉。你就说能不能容得了其他俩人吧？不能。我来当这个主咖，我就特别合适。你俩很自私，好吗？不但演员出色，整个节目更是青音云集。哇哦，比他更好看。好菜自然来。我觉得我笑点挺高的。你个诈骗犯，你跑进来做什么？撒上盐，好疼。还抹上油，好香啊。精良的道具。道具精良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忘掉刚才那一趴，忘掉，全部忘掉啊。细致的妆发，要是我这刘海是不是太翘了？差不多得了，别那么多事。每天我都要花6个小时化特效妆。垃圾袋，小孩。这个不行，遮不住眼睛不行，这也太磨蹭了。这以前这一次，充足的经费。这喝完瓶子别乱扔啊，一个1毛钱的。哎。你要是耽误家卫生了，我怎么介绍我这早走？我抢你的工作，我们谁都别休息，好吧？只要闲下来，都就来这里打扫卫生，行。信念感满满的演员，正好是白天，我是。来，再来啊！加戏加的走不动道了吧？我来了。嗯，我上早了。啊，来，冒场就冒场吧，来。饱满的精神状态。你这样机位应该拍不到吧？你看一下机位。晚安，马卡巴卡，以及那个男人的看病都不红。你说你们谁单独能配得上主咖这俩字？谁都不配。哎呦我天哪，我们相信你本身有了这些因素，李总，这档节目没有理由不成功。你这不就是变相蹭我烟吗？在这里我们向各位观众郑重承诺，只要您坚持收看本节目20分钟，您就会少20分钟。但是我们现在就差一个名字，那你的名字就叫盘。欢迎来辱骂我们，您的辱骂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绷不住了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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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。高启，我喜欢这个。这个夏天，一档喜剧节目即将开播。今问中期未有期，掐指一算就是周二每星期。咱们公司的 slogan 是什么？把寒气传给每一个人。你进一个，儿子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你长大之后你到底做了什么呀？我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是小生意啊，就是在东南亚做线上电商吗？一岁你就在家啃老，废物！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妈呀，挺好啊，怎么的？这不是魔物，这明明是祥瑞。只有他知道我想要什么。绷不住了啦，9月26日起，每周二中午12点爆笑解压，优酷独播。